稍微再省个一行就行，一两行。就是你的第十页不能出现任何 reference 以外的东西啊，这是它的规定。你现在够吗？还是不那好像还超了两行。？OK，我来把它再缩一下，这很容易。你觉得你把其他文章检查一下，你去系统里面看一下，可能把它交错。我印象中他知道，但他也有可能搞错了。OK，现在 limitation 应该够回来了。看看其他的 OK。OK，感觉总体没啥问题。我看看 checklist，你这是在写啥？这个没有改，那就。你是知道你没有改吗？还是说你是忘了？没有忘了，我之前可能把这个贴过来没有改。你这样你就 kill 两个 paper 了。你确定你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去操作别的 paper 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总共就是管了两个还是三个嘛，对吧？我就把这个。哎呀，明天晚上我们还是把你文章再过一遍啊。我感觉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。我现在主要担心你昨天文章给摧毁了。好的，我改好了。我之前是前面那几个有几个忘改的。那我在检查，就是你不要把你这样贴错，就直接把两个 paper 直接删，它都不是一个 paper。你的 checklist 里面有些字儿写完之后，你要打句号，你没打句号。OK，我再看一下。就我在看你那个，你看你之前这个文章，你没打句号。你看这儿，这个文章看上去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，至少没完全挂。你可能一会儿需要重新提交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，对你可能需哦，要对提交一层。，OK，OK，好的。你这个地方你可能需要说一下你的 CRM 具体在哪被证了。OK，我去改一下。这个话写的不是太严谨，其他的我可能应该没啥问题。你这个五为什么写的是 yes？哦，因为你是实验文章。对，这边有实验。哦，OK，行，对，你就把这一个地方改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文章看上去没有特别大的问题，好的，我去改。就是一句话，你需要把它改成多句话，然后把那个具体位置 mention 一下。OK，我去。我去你的国道标记一下。我已经写完，我重新交了一版。我看一下，这要搞了一个，刚刚应该没问，这次没问题啊。可以，我已经交了。那我先那个国内的人找我开会，好，没有事，待会儿。现场，明天晚上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别的。好的，可以。那我先这样，我明天晚上再见，拜拜拜。拜。